人家想要三连嘛，现在就想要。以前你说的那些海誓山盟，就只有我一个人记得。我可以为你放下手中的汉堡，可以把喜欢的可乐让给你喝。从今以后，再也不必这样了。我今天去游泳，结果今天是周末，人太多了。我去游泳的时候，那个游泳馆人数已经满了。然后我不是还有健身房嘛？他说你要不先健健身吧？我说行，我就去那个动感单车上蹬了5分钟。哇，我觉得今天的泳已经不必游了，今天的运动量已经够了。我在那里气都喘不过来，然后在那里等了10分钟吧，他就说可以游了。那个时候我的腿已经很软了。我今天游泳真的是好没有力气啊，我直接喝了2口水。我游泳从来不会呛水的，我今天呛了2口，游不起来，真的太没有力气了。哎，游泳真的太舒服了，我觉得游泳应该跟所有的有氧运动分开。那些有氧运动我做起来我就觉得我要死，我跑个3分钟的步我就真的就是不行了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搓脚？哪里臭的？香的，才用沐浴露洗过。但是游泳就是，哪怕是游得很累很喘，都没有那种跑步的那种感觉。游泳容易无聊，跑步才无聊吧？跑步我就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漫长，我就是一直想办法，就想点什么别的事情。但是跑步又不能看东西，你像什么划船机啊这种什么，还能看看电视。跑步我觉得可太漫长了，我跑步看电视会头昏，特别是就是在那跑步机上看嘛，在跑步机上看电影，我曾经就是看了一部电影下来。我还记得我看的是《疯狂原始人》，以前在健身房的时候就经常跑步，那个时候可以跑步嘛，我可以跑8档，跑1个小时，然后就把《疯狂原始人》看了。下来之后，哇，好晕，我感觉人要缓半个小时，要在路面上走半个小时才缓得过来。我觉得在跑步机上看电视不太适合，但我已经告别跑步了，我已经不想再跑步了。我还是觉得游泳是最爽、最舒服的，我宁愿游泳游1000米。也不想跑100米，动感单车我也不行，我力量太小了，我骑起来真的太无力了，我骑起来就真的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弱小，好菜，踩不动，我身上的肉都是肥肉，没有肌肉。喵，记得3连哦。